他目睹一个小女孩为了救小狗被同学打压，无力反击被打趴，哭着说自己是逊咖。他对那女孩子伸出手，开口表示攻击力并不代表弱，你是一个强大的白魔导士。Rise, right, ready, rise, rise, right, ready, 战士崛起，解锁那专属绝技 Battle Star, 接近全力挥起武器，边受伤边 level up。 到每次实验失败都会减少一条错误的路， Hold 住，燃烧自己不被打断。他记得燃烧不完全会产生一氧化碳，那身形如果暗淡不会再那么慌。他知道表面黑色其实是吸收了各种波长的光，不需要放大每次失望，他记得放大镜中倒过来的那个才是实相。成功还没有结果，还是有点搞不懂，那就回到实验室，那就回到实验室，心血到减少被滴灌滴。